底是个 E 人还是 I 人？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很久，因为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画风是这样的。直接就我这个脸也太红了，录下来的。This party is slowly getting out of control. You wanna say hi to my blog? This is the whole outfit. I'm turning into stone. 一。小黄车车好可爱。当我一个人待在家的时候，画风是这样的。不知道即将看完这支 vlog 的你会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天哪，一早上起来发现我出息了，我出现在 CBBB 的 vlog 里面了。谢谢他们给我冠名最坦率的人，我也想要一直都是最坦率的人。 But seriously, this really made my day. 他又让我马上回到了在上海的那种确信自己要做一个 vlogger 的生活状态。 Seeing people who are already successful as vloggers is really, really inspiring. 我终于要去上班了，今天是周五，所以要去办公室蹭点免费午餐，然后见点人是吗？今天公司活动贼多，我们刚从一个 Asian Sam McKenzie 的中秋庆典结束，然后我们现在要去The Mission 的一家餐馆。 This is Sunny. Hello. 还有 Michelle, 打个招呼吧。参加一个 Happy Hour, 并且我之后还要紧赶慢赶赶回我们家搞 housewarming, 今天就是突然所有事情都撞到一起了。晚饭的地方在这儿。 Today I learned pina colada is a drink and it's obviously very good. 天哪，刚刚和人大聊特聊，完全忘记了时间，现在已经七点了。我们 housewarming 按理说是七点开始。对不起 Viv, 对不起 Viv, 我给你鞠躬。我现在马上回家。天哪， Viv 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我就是个罪人。 Viv 一个人布置了这所有的东西 like this。天哪，这都是 Viv 做的。还有这种小贴纸，非常细心。是谁来了？你能不能有点镜头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dy, 我是秀的，是这个频道的，就是说一个以前的常驻嘉宾，但是有人从见就人哭，只见新人笑。吃！马家驹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孩子饿了，也不用这么 civilized, 可以直接用手拿的。哦，真的吗？你不早跟妈说。我会把它录下来的。我们的妈妈拿出了月饼。是吧？自己切。自己切，听到没有？切啥呀？自己切。酒这个东西，让原本就社牛的我愈发成为一个谐星。天哪，我这个脸也太红了。你们要买一个这个啊？把我卖给你啊？为啥？我就是把我卖给你。为什么要买你？有些大忙人才来了半个小时就要走了。那是谁不来跟我冲浪啊？下个路口再见吧。啊，你怎么就有月饼了？哇，你的这胳膊练得好好呀，怎么回事？不要再录了，哭得还挺真，是不是？他在干嘛？这个头表也太炸了吧！你在干什么？这是我真的要表下去吗？小蜗牛驮着自己的家回去了。This is so good. 我想吃那个掉出来的蛋黄。不要！哦，你吃。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不要吃蛋黄。一人知道开窗。能不能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好的，学到了。This party is slowly getting out of control. 因为我们有比我想象中多很多的人来了。It's like this. 怎会如此？非常 wholesome 的 party. 现在才10:04，基本上大家已经走了。一个 J 人的 party 准备 list 里面还有 study Korean. 天哪！现在 party 结束了，我们开始大整理，很成功。又是一个快乐周六，但是我早上5:30就醒了。
并且我再也没有睡着过。啊，怎么只剩这样一块了呀？鞋不知道合不合脚，哦，是 Adidas 的 Powerlift。稍微有一点点顶脚，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让我再试一下下。听我说，我是谁的脑残粉？当然是 Paloma Wu， 我又买了新衣服，让我来试一试。天哪，我花重金买了和这个半裙搭的 top， 好喜欢，好喜欢。第二件是这个衬衫，没有别的码了，只有 S 码，所以它略有点小。但是我觉得这衬衫特别 funky 的一点是，它这上面有特别多纽扣，所以你想扭到哪儿就扭到哪儿。就比如你可以扭到这儿，也可以把它扭到这儿。接下来这件 top 它非常的神奇，因为 supposedly 它有非常多种穿法。就第一种是这样子把它给搭在这儿，第二种是这样反过来穿。开发了第三种穿法，就是这样子的一字领。新衣服马上穿上，穿了这样一套，搭了个外套。我真的超级喜欢我们家走到 Marina， 就是更加北一点的 Parkes 这条路，因为真的超级美，就可以一直往下看到大海，太美了，爱住了。每次来 Union 必来的就是 Wrecking Ball， 这条也是超级大的狗。 I've never seen a dog this big，真的好大呀。 Got my cappuccino， 一如既往的好喝。现在来 Top Drawer 给丢丢再买一个礼物。上次给他买的是一个帽子，所以就是比较偏装饰性的，咱们这次买一个功能性礼物，就是这家上次来逛过，我特别想给他买这个拖鞋，因为这里面超舒服超软，而且它是这种软底的。角膜溃疡的人今天像一个 nerd， 挺好的。 I like nerdy looks。 学到了学到了，超眼镜见所有人，他们现在就觉得我就是戴眼镜的 Asian。 松弛感哈，真的挺潮的，挺好看的。也加好这个不来我们 housewarming 的人，带给了我一个 housewarming gift， 谢谢你。我们的 food， they look so good。 You wanna say hi to my blog？ 你可以把玩一下，我给你展示一下，就是它可以。我靠，我会出现在你小红书摊贩上吗？头发被截出来，穿在封面上。我。像月子豪上次一样。This looks so good。喜欢吗？就是新样，我们开始进行一个大爬坡的动作，就是这个坡。因为我们要从几天家做客，天哪，我们竟然路过了谷爱凌的母校，就是这个 sanfrancisco university high school， 长得真的很像一个消防站。哎，到了这个十个人三个公司的家，天哪，你们竟然还有狗，它叫什么 Fitz。 对， Hi Fitz。 哦，好喜欢这个小 corner， 然后这个露台也好棒。哇，你们还有个 barbecue grill。 哦，你们自己有个 backyard。哇，谁冲浪啊？那儿怎么有个 wetsuit？ 哇，这些 decor 也好有意思。Fitz， 跟我的 vlog camera 说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 Fitz。我是狗狗好朋友。嗯，黑豆别难过，我的心还是你的。刚刚和朋友们约完饭，好开心，而且太阳也出来了，就天气特别好，感觉就是太阳好，然后又有好朋友在身边，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街上大叫大笑的感觉超级棒。刚给王乃馨写完了生日贺卡，我觉得这个超可爱，它是一个 skateboard， 然后他说 I did not know what I was doing， 然后写了密密麻麻，嘿嘿。出发健身，今天穿这双新举重鞋，好期待。练完撸，今天尝试把抓举的重量调到每边20磅， sort of succeed but sort of failed too， 就不是很稳。
感觉今天状态也没有特别好，因为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 so 没事，之后继续加油。晚饭时间，今天的大菜是这个牛肉，一个把锅都烧焦了的牛肉一定好吃。今晚的 dress code 是 Barbie on vacation， 是王乃馨和 Monica 的生日派对。 This is the whole outfit， 我还特地穿了粉色的袜子，然后我待会儿要穿 Birkins。 我和 Viv 的主题就是没有 irresistible thoughts of death 之前的 Barbie 和有了之后的 Barbie， 穿上了 Birkin， 并且我这袜子还破了一个洞，我希望不要有人看见，就在这儿。已到达，但是在等待他们下来接我们。Vic， 哎呀，你刚过来，我就转走了，凑过来，没有，是让你 I'm turning into stone。 Also, do you think interpretation of Barbie is just Mexican fruit farmer？ 我们来看看他所说的 Mexican fruit farmer。 什么人 serve pizza 四十分之几剩几块的呀？孩子又饿了。不是，大家给评评理，这种草帽，这种草帽Mexican， 这和 beach 有半点关系吗？是用你这个做视频吗？这是 Mexican。 You can say hi to my dog。 试试你的小狗灵敏程度是怎样。刚才3 2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看你我的直男们都在干什么？看看这一个辛勤的墨西哥果农和他的小露露在厨房进行一些粉色气球的运动，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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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又到了我们的固定节目时间，去 B Patisserie。 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很少有一早上起来就有这么大太阳的时候，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 building 在阳光下真的好美啊。What are your recommendations other than the cinnamon and the croissant? Because I've tried both of them. 为什么这些树都是往右边倒的呀？刚买完，今天买了 bow stock 和 banana bread， 现在去公园吃一吃。狗在吃草呢，走向我的御用宝座，就是那边那个座位。天哪， this view is just so amazing。 今天点了这个 bow stock 还有这个 banana bread， 哇，还是热乎的哦，好可爱。它这 banana bread 里面还有巧克力，就特别松软，而且它整个是 warm 的，就特别好。好喜欢。 Maybe an ambassador to England or France. You may like to gamble, you might like to dance. You might be the heavyweight, a champion of the world. You might be a socialite with a long string of pearls. 再试这个 bow stock， 它这种比较干，然后比较有韧性的膏体，感觉有点像发糕。喜欢这个花瓣的颜色，这是它的花本尊。又到了我最爱的切面包时间，质感好硬啊它。切好噜，好美丽，它里面超级软 like this。 今天试试叶家浩昨天新送我的这个咖啡豆，是 Seattle 的一个叫 Anchor Hat。见证奇迹的时刻。好酸啊，这一款不愧是水洗，而且有很多 cherry notes， but I do like how 酸 it is。 好喜欢今天的多巴胺穿搭。今天我们要去 Castro， 然后他们有一个那种就是彩虹相关活动，然后就是一个一年一度的 street fair， 所以就穿的非常的又是
又是有一些 feminine piece， 又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edgy piece。 I love it， 我看上去像一个小小流浪汉。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了，虽然我早上已经感叹过了，但我要再感叹一遍。又来 kitchen story， 但是人是不是有点多？Run， Derek， run！ 好的，气喘吁吁的嘞，头发都飞了。看看吃啥？不要臭美嘞，头发都乱了。我和叶嘉浩都点了这个 rib eye omurice。今天来 Castro Street 这边有一个 street fair。叶嘉浩说这里很像县里的展销会 ，I agree。他们在给所有捐了钱的人 cheer。好土啊！开始表演啦啦队传统艺能了，人形 pyramid。来 buy right 喽，好开心！不知道他们这次特别口味 salted egg， 我想试、salted egg， 我要试。你们点的和我上次一模一样。这两个味道我当时会。好吃吗？老麻酱布丁。老麻酱，我点了上面这个是 peach cobbler， 下面这个是那个 salted egg。是这个 peach， 我好喜欢任何和桃子相关的东西。喜欢。你正好你在品鉴哪个味道？我现在满嘴麻酱味。来 Dolores Park 逛逛。叶嘉浩还在吃着残余的嘎巴儿。好美好美，爱住了。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和李敏杰进行着跨越大洋的连线。出发健身，今天比较 chill， 随意练练胸和肩。天哪，我今天人生第一次，哦，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吧，在gym里面被人搭讪，真太强了。就是有一个小哥，他就先夸我的这个运动上衣非常好看，然后就跟他聊了起来，然后就聊了聊我们都是 like 练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还蛮人怪好的嘞，下次如果见到他再和他打个招呼吧。哦，他还夸我练得好来着，然后他练的其实也不错，所以我就很开心，因为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运动痕迹还是有一些的。Dinner time， 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因为昨天已经吃过了。